纸啊，没纸，要什么纸？这狗都是。昨天下午我们群里面有个志愿者，然后在群里面发布了，然后晚上我过来的，然后这里面也有我左右的一只狗，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大家就是群里面的都是志愿者，然后觉得这些狗比较可怜，然后过来的。上午他那个志愿者就是向我们群里面求救，无论是肉还是清理还是任务东西，作为市场采办人员，他的牛是不是合法的进来？如果不是合法的，要拒绝他进入市场；如果他强行进入市场，那就由市场管理部门进行这个查处。还有一个，他也是无证经营，他没有证件，实际你要出来要取得证件，也是无证经营。所以无证经营这一块，他就是市场管理部门进行查处。那说的经营过，现在中央部门给他们处理了，两个经营过呢，就像停止这个屠宰行为，等待处理。